浸泡了几个小时了？差不多三个多小时。三个多小时了。我说我站这怎么这么香呢？葡萄干也是现成的。豆。还差啥？哎呦，红枣片。我期待你的作品啊。这里面是啥？红枣。放点生命之水哈。清洗一下泥渣渣。这是要干啥？要活抠出来。油。今天给你做一道干式的美食哈。好。早上晚上我就不吃饭了。红糖糯米饭哈，至于能不能成功就不知道了哈。肯定能吃。反正糯米熟了也能吃。第一次做。为你的美食，我应该饿个三天三夜了。没事，这个不用怕，这里面没肉。好了。嗯，红枣垫底。对，铺上红枣，放上葡萄干。哎呀。还要压紧。对，要压紧。就在抗议了，还没熟，还没熟。我都没在吃，还他吃。好，看你这造型搞下去，我都不敢吃。为啥？吃一口胖三斤，吃两口胖六斤。不会的。第二层。第二层，一层一层这样压。糯米饭给你们做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妈棒不棒？啊，你妈棒不棒？我就问你。可以吗？哈哈，还是不好意思。我饭还在嘴里了，就想着给我搞宵夜，这怎么得了？我饭啊，读书不行，干苦力行。是吧？不一定要学习好，生活学习也要好，知道吗？时间。我才不吃。这是第三层，对吧？对了啊，三层，我才三生三世。等一下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问问你妈，甘肃还有啥好吃的，都让你妈来做一遍。对，红烧鸡翅。红烧鸡翅，两个小学徒，守着啊，熟的别让你舅妈先偷吃了一口，你们在那守着，一定要守着，知道吧？最后一层，最后一层，铺上去就好了，完美。全部倒上去，我不嫌弃它不好看的。不好，完美，可以。多了才好看，才好吃。不好吃。你确定不好吃哈？熟了你别吃，我告诉你啊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嗯，了没？看着就可以啊，这个应该是香甜的感觉。不知道能不能吃，我就不知道喽。最后加上水开始蒸，这里面还加水。要我。哦。融化了它才能吸到米饭里面去啊。对。糖。这是不是那个传说的晋糕啊？感觉像是。对对对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吴聘被毒死的那个晋糕，是不是这个？这看着还行哎，没我想的那么差。试一下。我先试一下有没有毒啊？嗯。拉肚子别怪我哈。不要再吸。到底啥味儿吧？不甜，好吃。嗯，好甜。放了那个红糖，又是葡萄干，又是红枣的，补铁呀。哦。不是，不是我吃嘞。甜不甜？吃不吃？感觉一下味道咋样？想不想吃？这是干啥？葡萄干。酸甜酸甜的。你要再来一条？好啊。第一次做。可以。我觉得下次盖什么时候放点水没有？哎，没有那个蒸汽水上去哈。要么盖个盖子，要么放少放点水。这个没事，用勺子挖着吃。哎。啥味儿啊？甜不甜？啊，不甜啊，甜啊，咋为所问呢？还要吃吗？还想吃啊？来，给你放在你碗里。拿个碗给你烧。还有这个。不要葡萄干。不要葡萄干。这有点难挑哦。不要葡萄干咋吃啊？葡萄干要酸。葡萄干有点酸甜酸甜。
拿个碗给你装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拿碗装。今天晚上弄点这东西，弄我整整三四个小时。这个不好吃。好甜。烫。就拿碗这样吃吧。吃完了。吃多少挖多少不烫。吃个这东西不容易啊，搞了将近三个小时，三个多小时。我也来一口，我看你吃，我也馋了。妈咪，哎呀，嗯，好吃，是这个味道吗？嗯，就这个味，这个黏是你刚刚好。嗯，看没？几个小孩子不吃，但我跟我姐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。三软软糯糯的啊，香甜。